哦。哎呀、啊，哇，七十年前相片。哎，阿都未嗨。阿都未嗨。姐姐你在干嘛？我在收残值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残值送行要1000多块。所以嘞？打算把它扛回桃园洗。带回桃园洗吗？对。坐计程车，还比较省。我们物尽其用哎。我们带了3袋棉被要回家晒跟洗，没错，因为桃园有很大的空地可以晒棉被。走，要回家了。走。你为什么要戴一个阿姨帽？很热哦，我要戴一下。准备回家了。走走走。阿妈，再来啊！啊，我再来。你要几箱？阿妈在哪边上？一路招呼，招呼。OK 了。你要甲大家介绍你囡仔按时要几下无？哈哈哈！哈，只有我两台机子。你讲你之后再应该小心些。好，你要去带我去看你的300菜哦。这是阿妈的魔法储藏室。哎，姐姐吼！哎呀，免洗，免洗冤阿弟。哎呀，你从路在偷看啊，刚被洗。嗯，那就有啊。那就搞啊。哦，好，淋酸白菜汤。那就好。刚才菜先要洗洗。酸白菜，太鲜了。嗯。我们的酸白菜汤里面有一些骨头底的，把白菜加下去煮。加几撮盐。我底下爱啥子？恁家几个人啊？恁家含你过来，几个？十几个，阿妈要煮十几个人的汤。姜。阿妈直接手剥肉哎。在哪里吧？恁家在哪里？你阿在说大汤没倒起？我把水要退冰。这个就叫做老人家不退冰，只能这样做。把它拍到退冰，我阿妈也是蛮厉害的。阿妈，你干嘛呢？塞，你明明就爱退冰较好。我爱退冰啊。你哪里？好吧，这个不是正确的。这个不是正确的，这个是讨价包。不过每餐那个肉是拿来煮汤的，所以还好。你放三个。酸菜白肉汤完成，然后现在又默默地跑去擦桌子。阿妈，你不要给小鸡哦，干嘛给小鸡？啊？干嘛给小鸡？现在煮了等。给小鸡。再等下鸡。啊？再等下鸡。鸡棒。鸡棒。其他鸡。只鸡啊。我讲你干嘛给小鸡？我要给小鸡哦。哎呀。阿宝贝喏，阿宝贝，我在附近，我在附近，我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几个飞机啊？几个飞机？那你基本几几年啊？哦，几拍岁年啊？拍岁年，拍岁年怎么有点难算呢？难算啊！你几岁开始基本？5岁。哇！系啊。5岁。二十岁就开始啊？20岁就开始煮，20岁就开始煮。阿妈以前当童工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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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妈
食食一枝花啊！伊足厚的呢。啊，著去共讲，带囡仔去讲，出镜来。你去走去共人带囡仔，台北。去行路去台北。坐火车哪行路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趁钱啊！一个月才六十块。一个月六十块，啊，一个月六十块，因买啥？甲因食食饭加够。我了七八十岁啊！我甲娶伊时，我才十几岁啊尔。伊当嘛差不多年纪啊啦，迄是我同齐相片。你要介绍你无？啊？要介绍你无？啊！你娶伊几年？你娶阿妹妹几年？娶到尾啊，我就无爱甲做，无爱甲做尾啊，我就。你不爱？无爱甲做，我就去换头家。你为虾米不爱甲来做？换头家，你若做无啊做？我做我就转来啊，转来就去顾面点啊。啊，你迄妹妹娶几年？妹妹，我真侪年哦，六十块升到三百块你就算。好、哦，你也搞，六十块升到三百块。嘿啊，娶三年。嗯啊，好。啊，对啊，人拢叫我叫是我是伊个人。叫是伊是，你是因阿姊哦。我来厝去坐，我去人拢问我，你搁转来啊？哈哈所以你娶几啊年？嘿，五六年。啊？敢有五六年？妹妹当时做啥物头路？伊嘛姓李嘞。伊嘛姓李哦。嘿。伊是啥物头路？我了，我都走过。我也都无联络啊。你要唱这小黄瓜？哎呀，我去学那个芭蕾舞，我还没学去学。是哦，哇，七十年前就学芭蕾舞，迄无简单嘞，嘿啊，伊就足钱嘞，迄钱嘞咧教啊，咱咧做咧当面头部，啊你无，啊你无甲伊偷学者，啊你无偷学者，我胖胖个你无，哎芭蕾舞奈头尾遐啊，哎学芭蕾舞，奈头尾，啊你讲奈一届，你讲奈头尾安怎奈，你奈看袂袂安怎奈，阿妈你讲奈一届啦。我想要去中山电影院。
先分两个东西交的。你卡早迄做迄头家娘家，啊，因兜敢有滴水？知道了。哎呀，卡早迄中山路呢？中山路。人我都有在中山路，我来我到我。啊，因兜敢有滴水？人阿厝。一厘了。你在迄个时代去了？你在迄个时代一厘了就真了啊。我是即摆拢住啊，我是卡早拢住。当然嘛，四十年前诶。他因去电器行啊。哦，因去电器行。去电器入去大同啊。未大同。电脑台。哦。有迄个什么？什么文章？哦，台北电器行的女主管嘛。对。住在台北中山路。中山路七十四那时候，我立马去接。中华路。哦，中华路。会车楼边。会车楼边。在那旁边，电器行。啊，今仔人去迄个分厂哦，伊全部拢改了了。系啊。啊，今仔还买条路边啊，伊做。哦。伊做啊，都做中华路。中华路，伊前只中华路。是中山路。啊，迄个时阵到五点。啊。五点吧。五点。到五点。有啦，我。啊，到五点。啊，今仔还买条路，然后迄个分厂无开，然后来那里，我们这边没招牌了。没招牌。我爷爷。没有聊。没有聊。好吧，在忆当年呢。七十年级相片，哎，够厉害，还够厉害，哇，好流行哦，好酷啊，好可爱的，因家咧开咧电器店，电器店，哦，中华路，哎呀，你讲有写？无啊，无写，那叫什么名啊？那电球啊，对啊，无去，那去打，哦，那电球啊，系啊，无咧啦。电球啊，你啥？电灯泡啊，摆电电蚊毒啊，电球啊。电球啊，这个一颗一颗。电灯球啊，电灯泡，好酷哦！充几盏的那个？你刚才是电话呢？啊？刚才是电话。刚才是电话，爱大汉的无？大汉，我听你细汉的，细汉未记你名。未记你名。呵呵呵，大汉叫。李秀润。李秀润。呵呵呵。哎呀，这小孩子差不多。七十岁啊啦，七十岁，系啊，你，系啊，你拢八十岁啊？你讲系，我讲系叫我讲，你都有头家㖏。你讲你在位，我唔在。哇，八九十岁，煞找无咯。啊，啥物人有官位去？讲无啊，哪有？哎，这头家唔在，你快叫问，我讲哪有死啊？啊，官位买官大。哎呀，没有啊，转来咯。但是还是活在都市中哦，对不起哦。他有看过人家跳芭蕾舞哦，对，我这辈子还没看过现场跳芭蕾舞，我也没有。阿妈比我潮，当年的电影院，七十年前可以看电影院看《阿多拉皮》，对，好狂哦，我感觉阿妈很狂，太厉害了。较早拢话偷偷车买票，啊，较早的人较硬哦，啊，拢坐火车买，啊免过火车站，坐迄个火车路，好走。哦，你想想要死来哦，火车咧行咧都袂。火车拢行过来再跳起哦。啊，你拄仔去逛的啊？拄仔去逛。嘿啊，你即摆唔去哦？
对啊，现在我们拢水管的。他大无管用哦。对啊。不要让我们那些。啊，那调皮啊嘞。人爸爸。我知道。哎，得来把他招起来。